阿文、伟伟、阿布，一起默默的看着对方。还有在不陈怡君，我脸变小。还有我，放宽。扫过去。今天5月3号，第一次全家一起到美国来看大姐跟 Zachary 哦。而且微微一看到大姐就马上跳下她的 baby 推车，直接冲下去找大姨，说大阿姨，那我来不及，想要拍就来不及了，冲太快。然后阿布一直含情脉脉的看着 Zachary， 都有照片为证的，好，好，拜 ，OK， 对啊，这是我们第一家来吃的餐厅。顺便把它拍起来。可以，它这里面有可以用。可以啊，不用密码。不用密码。跟他三个开始在玩。哎，不要跟人家吐口水啊！喂。还是很安静，真的是跟我好熟悉的。嗯哼。OK， 君。